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me 的金子涵。接下来我来做一个快问快答。我的优势是地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我最爱的美食是心，烤肉。我最喜欢看一电影。我觉得我的眼睛最好看。去密室的话，我是就是反正不太算脑，也不是胆小啊，我不是吧？就是都有这些情况，好像都可能有。我最想尝试的职业是，其实厨师和运动员都还挺想尝试的。我选择度过假期的方式是。快乐肥宅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、滑雪，都很喜欢。我最希望拥有的超能力是时空穿越和瞬间移动。我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 B 和 A 版，oversize，然后还有能够显身材的。快问快答结束，拜拜。